开心可以来到屏东唱歌给你们听，然后先放着这个。最近疫情有点严重，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，然后保护好自己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，我要来工商一下，就是我最近推出了我的全创作专辑，叫《春暖花开的地方》，然后有发实体，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帮我支持一下。然后下一首歌要来唱的是新专辑里的歌，然后是跟胖胖团一起合作的。然后这首歌呢有出 MV， 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相信音乐的 YouTube 频道帮我看一下 MV， 然后分享给你们朋友好吗？叫做
长大了以后。如果有拍照录影的话，也都欢迎可以 take 我的 IG 好吗？搜寻林怡韵就可以找到了。然后如果还没有追踪我的朋友，也可以帮我按个追踪，好不好？然后接下来下一首歌要来唱的是我上一张专辑的歌，然后也是《熟女养成记二》的插曲。你们有看《熟女养成记二》吗？那你们会唱《阿米索》吗？那等一下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来唱《阿米索》。想要到结果会变甲
们，我该。